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 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太太，闹闹知道你喜欢吃馄饨，让我教她包呢。是吗？哎呦，你看这些馄饨一定是你包的。虽然我号称沙口第一处，可是我还真没包过馄饨呢。哎呀，散了，来，妈教你包。真的啊？来。衣服。哎呦，你看我都忘了，我去换下衣服。哎。 放了，来，哎，放吧。水开了以后呢，再加三次冷水，放点盐，然后麻油，最后撒点葱花就可以了。一会儿等它开了还要加冷水啊？对，加三次。哦，先把蒸汽冲一下。 水蒸气熏着我了，烫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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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疼不疼啊？不疼不疼。干嘛？你想笑我啊？你想笑就笑嘛，你别老憋着呀，你别憋着，你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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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做馄饨来着，是吗？那得尝尝我儿媳妇的手艺。快尝尝！对不起，肉段啊，先下手为强啊！哎，小心烫。
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叫你吃慢点。你还别说，味道好极了。你这手艺啊，被比下去了。哦，那我太高兴了。那是我妈教的好。哎，杨顺呢？哦，他一早去公司上班了。哎，周董，肖勇这个落户问题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。 还少一道鉴定程序，有消息他们会通知我们的。娜娜，过两天我要去趟香港，你爹爹那边有点事儿。哎，啊，什么时候去啊？大概明后天吧。 娜娜，晚上我有个聚会，你陪我去好吗？什么聚会啊？一个慈善活动，妈妈一个人去有点太寂寞了。行，那我陪你去。那一会儿我带你去买身衣服。衣服我有的是，不用买了。这次得穿礼服。娜娜，还是听你妈的吧。行，那今天跟你出去见识见识了。 长这么大，我都没穿过礼服。哦，对了，爸妈，那二宝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没问题呀。哎呀，给他多穿点大货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闪了吧！ 妈，我今儿是不是可以当娘娘了？看你美的，那你试一下吧。啊，哎呀妈，你看，这个像不像晒了太阳的玉米啊？晒了太阳的玉米，爆米花呀！你看，哎呦，你看这张嘴，没个正经的。正经了还是你女儿吗？切，好不好看？嗯，不好看，不好看啊。 小姐，这边有一个款式还不错的，相亲效果很好。嗯，还可以哦。来，我看看。这个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行吧，我试试。这边是一间。啊，哎，前面。好。哎呦，哇塞，我穿着高跷快死了，这文静每天踩这样的鞋，她怎么能走路呢？好看吗？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就说不上来。丁妈肯定知道。 丁妈，我跟他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，发现那黑鲫鱼跟我现在长得一样一样的，行了，我们走。行了吗？我都快抽筋了。换一个镜子。这样好吗？好，美人鱼。 这牛羊都是最合适的，呛一个，呛飞，照一个，起香飞，三婶儿，赶紧牛羊好儿，接东西，好看吗？ 觉得挺好看的，妈，真好看，你不用描都好看。小姐，哎，帮我们拍张照吧。在这儿拍。好的，娜娜，啊，妈想给你留个影。
周总，您来了。啊，胡总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是啊。周总，我还以为你今天没时间过来呢，怎么会呢？听说到了一些好话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，叫娜娜。娜娜，这里是胡总，这位是陈总。你们好。你好。像我吧？非常像。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。<笑>听说你们公司要转型了。 这个拿在手里，不是为了喝的。那是干什么的？我想喝呀，就跟你一样。<笑>娜娜，你喜欢这幅画吗？挺好的，挺不错。 这幅画多少钱？稍等，马上帮您查询。好，你要买这幅画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这幅画，就看到了你。觉得它就跟你一样的自由。 自由的都不像一幅画了，这是抽象画。抽象画，你好，这个奖，我要了。啊？好的。这么贵，妈想把这幅画送给你，我才不要呢。 我跟你说，他们这绝对是在杀猪，这随便划拉几下东西就跟你要这么贵，这是在抢你的钱。我跟你说，我随便扔托鸭子上去，绝对比这强。<笑>你别笑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出去买啊。娜娜，妈为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愿意，就是把所有的东西买下来送给你，也没有你带给妈妈的幸福来的珍贵。 妈，你怎么了？妈要去香港了，舍不得你。周总，你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周总，你来了。你好。哎，好久不见。是是是。周总，最近忙吗？还行。你们那个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？ 还算顺利。我出去透透气。周总。
穿的我腰酸腿的呢，哦，看穿的我眼泪都出来了。<笑>娜娜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没有啊。要是累了，我们就回家吧。哦，不用，我只是不太适应上面的环境。哎，你不觉得里头的每一个人好像都穿了衣服，都是为了给别人看一样？你没觉得？对不起啊。 妈不知道你不喜欢这儿。哎呀，你也别这么说。其实，只要你在哪儿，我就愿意在哪儿。傻丫头，时间不走的话，二宝怎么长大呀？ 做什么？妈跟着你一起做。我不想踩这个高跷了，再也不想踩了。那就把它扔了。啊？那不行，这是你给我买的。哎，哎呦！啊！哎呀，不是你给我买的，妈要写一扔了。哎呀！
我回来了。哦，他今天累了，一会儿你抱他上去吧。好，那我先上去休息了。 杨顺，明天我要去香港，公司那边你就帮他打理一下。好。有什么情况，打电话给我。没问题。晚安。 你打算自己去啊？嗯。还是我找个人陪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被别人知道。好。我去帮你把车开出来。 吓着了，我还老东西。哎呀，爸妈，嗯，我要出去一趟。上哪儿啊？哦，鸭场出了点事儿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。哎呦，那你晚上回来吗？晚上呀，我去了再说吧。二宝就麻烦你们两个先照顾一下啊。啊，交给我们，你还不放心是吧？放心。二宝，妈要出去办个事儿啊，你要听爷爷奶奶的话，听到没有？ 嗯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哎，路上小心啊！嗯，你傻呀？<笑><笑>
弄好了吗？都检查过了，车子没问题，导航也没问题。记住啊，遇到任何情况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。办事别冲动。你怎么比我还啰嗦了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 你放心吧，有结果了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要是没有结果的话，也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那我先走了。早去早回。嗯。 想死你了！让我好好看看。你肚子里的呢？啊，在家呢，顺着父母带着。你不在家里，好好带孩子，又出来撒野啊？那，请你喝的。哎，这是个好酒。来，你们先喝着，我再去帮你们加两个菜。谢谢婶。主任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件正事儿。说吧。 我把我从草堆里捡回来那事儿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啊，废话，那怎么能忘呢？怎么了？我爹真是把我从草堆里捡回来的。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，你奶奶抱着你不是摔在那儿了吗？那怎么能确定我就是他孙女？没准生下来的时候就抱错了呢。 你又跟我来这一套，上一次是说你二姑，你这次想干什么？
我告诉你啊，PD那是不可能。主任，我没跟你闹，我跟你说认真的，我只是希望知道，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不是野鸭子，你突然跑回来问这干什么？ 主任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跟周丽琴不是亲的，我不是她亲闺女，芳华也不是我亲爹。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说我们不是亲的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你好好的做什么亲子鉴定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不都是因为二宝要裸供吗？算了，不说这事儿了。 这事儿我到现在还瞒着呢，我还没跟他们说，我也不敢跟他们说。我只是想回来找你，问问你，看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线索。那你这次回来，是找你的亲爹娘呢，还是替人家找女儿呢？ 都找，我二姑也不可能知道，要不然他也不至于那样。这村子那么大，我也只能来问你了。我想起来一个人了，谁？ 你还记得从我们家里拿走的那张照片吗？照片。对呀，我们三个人合照的。我，还有你爹葛一堂，旁边还有一个叫王良，是你爹的好朋友。王良。对。当时他是我们这儿派出所的所长，你的户口还是他帮忙报的呢。你可以去找他打听打听。 我怎么对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呢？哎呀，你怎么可能有印象？那时候你才这么小，你能记得什么？王良这个人呢，热心善良，可以治打着光棍，所以他非常喜欢孩子们，大家都叫他老梁头，老梁头。你爹刚把你抱来的时候啊，他就差住到你家里去。 天天送奶粉、尿布，对了，还有你小时候坐的那童车，还是他让我给你坐的呢。啊！原来那个车是你坐的。是。有一天，他拉了一车的竹子，我来跟我说要坐一个童车，我就给他坐嘛。哎呦，他磕磕着呢，一会儿说这样不行，那儿不行，要在前面加这个加那个的。我能感觉到他对你。 非常上心，是吗？怎么还有这么个人啊？我以前都不知道。哼哼。有一回你出疹子了，怕受风，关在家里，他天天跑到你家里，给你用纸叠那个玩具呀，给你讲故事啊。你以为他是你亲爹，叫他爸爸。哎，葛玉堂还嫉妒了呢。 还有这么回事儿，我爹也没跟我说呀。可是他后来提早退休了，你要想找他，就到派出所问一问。
他们每个月借给他退休金，应该有他的地位。好，我也去找找，我一定得见见他。帮我查一下王良的地址。谁是王良？你们所的一个老所长。老所长？哦，就是这个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认识。哦，不认识没关系。是这样的，我是他以前一个老朋友领养的女儿，因为他退休以后就再也没跟我们联系过。所以我就琢磨着，你们派出所肯定能查到他的地址。哦，这个没办法帮你查。为什么没办法查？你们所不是每个月要给他寄退休工资吗？肯定能查到，求你帮个忙了。这，小陈，什么事？哦，这位同志说要查什么老所长的地址啊？就是那个叫王良的，有名有姓的，怎么就不能查了？王良，哦。查那干嘛？所里的档案一般都不往外调，除非上头有指定。我没要调他的档案，我只是想要查他的地址，我想去看看他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老梁头跟我爹是好朋友，他对我比亲闺女还要亲。亲闺女？啊、哦，老梁头哪来的闺女？人家又没孩子。反正我们关系就是不一般嘛。你看这张照片。你看，这个是我爹，这个是沙口村的冯主任，这个就是老梁头。有照片，你总该相信了吧？我们这有规定。警察同志，你就行行好吧，要不然我到门口贴个寻人启事，你们还是得招呼我。